我们已经查清楚，包括东俊的亲子鉴定是护航，你确确实实是我陈忠贤的后生。 就叫人去找。我就知道你是不是熟识有串通好啊，有钱使几下下无啦。副院长，今仔辛苦你啊，你当先离开。走，多谢。结果你也我，我能走啊。哎。 安尼，安怎讲较早你爱我爱到要死呢？啊，即马敢有需要遮尔啊绝情啊？即马证明咱是爸仔囝，安尼罗再兴伊拖的咱爸仔囝受凌，甚至利用你爸打击我这条，我的连离婚拢做会妥当。爸爸会乎你知影我的心意。正常咱无感情无要紧，咱从即马开始培养。 你不准走，既然知你是我的后生，你就该让我留伫我身躯边。你是要怎唔肯放我走啊？不管你安怎反抗，咱是爸仔囝这个事实，这你已经注定你后半世人要跟我绑做伙啊。我是不行，唔知该有血缘关系，啊，不过并无代表你已经接受我。无归去啊！你伫我的身躯顶装 GPS 你若继续乱，继续反恐，你两条船我唔敢哦。你有影痟的呢？你放手，放手啦！你干脆放手，放手，妈！你放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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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谁敢看我的后生？我两个想拼命啊！董俊伟家己的想法，谁人不准得病？就算讲今麦让你走去，啊，你敢确定你有在条走一世人？就算你比到天边海角，我敢讲有在条把你掌住。我拄则甲你讲遐话，唔是咧甲你参详，迄是我做好的决定。恁就是爱甲我绑掉掉。我听你咧喊病啦！东俊，大爷，干嘛要温柔去？就先安尼啦，以后等我要找伊的时阵啊，再甲你来就好。